位同学，各位家长，大家好，我是齐佳明老师。2024年的 APMOPS 马上就要开始报名了，这个视频呢将会为大家讲解有关这个竞赛你想了解的各种细节。第一个，有关它的参赛年级， APMOPS P5 和 P6 两个年级都可以参加，但是呢 P5 每个学校最多只能报名10位同学。那关于这个方面有两点需要大家注意。首先，虽然有两个年级，但是大家共同使用同一份试卷。第二个，我们刚才说每个学校呢只限10位 P5 的同学参赛，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通过学校报名，不能以个人的名义报名参赛。第二个，有关 APMOPS 的第一轮竞赛，在第一轮竞赛当中一共有30道题目，满分是150分，考试时长2个小时，前面10道题每道题4分，中间10道题每道题5分，最后10道题每道题6分。如果你答对可以获得全分，答错或者不作答的话是0分，但是呢不会扣分。好，那第三个，它的评奖标准， APMOPS 是按照百分比为大家评奖，最高的奖项白金是前 1.5%或者前50位同学取较低那个，也就是说最多会有50位同学获得白金的奖项。然后接下来的金奖，是接下来的 2.5% 或者接下来的70位同学同样也是取得较低的那一个，也就是最多有70位同学可以获得金奖。然后接下来的 6%， 接下来的 10%， 依次是银奖和铜奖，最后其他同学呢获得的是参与奖。好，那这是他的评选标准。那在评奖标准里面也是 P5 和 P6 是在一起评奖，并不会分开评选。第四点，一些关键的时间日期大家是需要注意的。首先，他的报名开放时间是这个月1月29号到下个月，也就是2月29号这一个月的时间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超过这个时间就不能再进行报名了。以及竞赛时间，一轮是在4月18号，成绩呢会在5月1号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大家今年 P6 的同学，你 DSA 申请是在5月份，大概是一整个月的时间。那在 DSA 申请之前，他的成绩呢你刚好是可以拿到的，所以你可以通过他的一轮成绩去申请你想上的中学。好，那关于 APMOPS 今年的备考， Kangoo Study 呢也是准备了一系列的备考活动，帮助大家来取得更好的成绩。首先，从1月份开始，我们 P6 的长期班所学的内容呢就是围绕 APMOPS 和 RIPMWC 这两个竞赛，我们逐个 topic 进行复习。比如说整个计算模块，整个应用题模块，我们会这样一个模块一个模块，在一周这样的课程下帮助大家完全的复习完。那除了我们长期课程以外，也会有其他的活动，比如说我会讲一场有关 APMOPS 和 RIPMWC 这两个竞赛的讲座，教给大家如何去取得更好的成绩，以及在备考当中有哪些是需要格外注意的。第三个，一些重点和难点的模块，如果你掌握不下来的话也没关系啊，我们会举办免费的公开课，在线下或者线上为大家讲解重难点知识。以及在正式考试之前呢，我们还会举办这两个竞赛的模拟考，让你去适应一下考试的节奏。包括在考试前一周，我也会线上在这个频道为大家讲解一场直播课，带着大家回顾和复习一下 APMOPS 它里面一些重难点的知识。所以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取得更好的成绩的。如果你想参与进来，那可以加入我们对应的群组。对于今年 P5 和 P6 的同学，你可以扫描左边中间这个 WhatsApp 的群组。如果想添加我个人联系方式的，你可以扫描右边我个人的微信。你有任何想问的问题，都可以在线上和我取得联系。
好，那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后续的活动以及重难点知识的讲解，我同样会在这个频道为大家更新。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关注以及点赞和转发给其他需要的同学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我是齐佳明老师，大家拜拜。